在日啊、在华啊，就中国的情况跟你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啊？关于起名字的法令，大家注意了吗？啊，那么大的事情，不小心要违法的哦，警告大家。就是说前一段有一个四川的妈妈啊，四川的妈妈，她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陈 C， A B C D 的 C， 那么她就去办这个身份证，那这警察说你这 C 啊，我叫陈 C 啊，那他说你叫陈 C， 这个不能办身份证，凭什么呀？法律没有规定啊。我叫陈 A、陈 B、陈 C、陈 W， 这都可以的。后来这件事情就引发了那个争论，因为前一段我们已经发现，中国最长的名字起到了13个字，并且成功拿到了身份证，就他起个名字起了13个字，那很长了啊。后来你听我讲，后来我们这就颁布了一个法令，第一严禁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说用字母；第二，不仅是严禁用字母。现在取名字不得超过常用规范汉字表。就过去有一些，大家看老一辈的名字都很雅，有些字看得很雅。现在的名字都像你那名字有毛丹青还有陈丹青的，就现在我们的名字的用字啊越来越集中，大家发现吗？有一个字，比如我们小时候都没有，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有的？就上海开始在报纸上登高考录取名单的时候，我发现这事大了。就高考，原来高考我们那个时候高考是不在报纸上登的录取，现在登了。登了以后，那时候是电脑排版，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它老有一块块补的。云字，就是文武兵下面一个宝贝的贝，这个你看就出问题了。为什么？都是独生子女，爹妈希望这个孩子文武双全，还是我的宝贝。所以就把这个字，原来这是罕见字，这个字是根本不太用的，自古以来就不太用的字，所以大家就翻字典啊，这个字好。所以有一年高考录取几百个人的名字里有云登在报纸上，这个字今后也不能用了，不在常用汉字表里。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它每种文化有的时候它取向会不太一样，就明白？比如汉字在历史上也走过拉丁化的，当时想拉丁化。就是完全用，那但是拉丁化没有办法，因为比如像那个，赵元任先生，就曾经逗大家说你要汉字，我就让你没有办法拉丁化。他不是弄的那个唧唧复唧唧嘛，他全是用一个音，就是唧，但这是一篇文章，但是每一个字发音都是节哀。你如果要用拉丁化，就全是节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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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比如十四四十十。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这我最早把它引用出来，都是 SHI， 就石头房子里有一个士大夫吃了一头狮子，石狮石狮石，然后石石石石石，所以现在就日语大概。对，汉字的当中啊，就是汉字情节，当然因为文化不同嘛，对吧？这个也发生过人名的过去有一个日本人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魔鬼。后来那个现在可以起啊，现在如果叫钱毛鬼可以起的，这个因为他的字都在常用汉字表里，没有汉语拼音，这是合法的啊，合法的，你可以起。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汉字实际上和使用筷子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我们有人说叫做汉字文化圈，其实我觉得这个词不如叫做筷子的文化圈啊，因为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文化的这个前景之下，还是我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现在在语言的突破突飞猛进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是和语言它经过了很多的国际化的商品，然后进行了扩散，然后对这个语言会产生很多的兴趣，是还有包括了一批就是类似像我们这样的人，在日本坐下来以后，完了致力于在语言上些发展的人开始推动了他这个语言。那么在每一年的日本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奖，就是文学奖上面，现在非母语创作的人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长，也就是说有10个人在去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很可能3个人是非母语的，
而且更绝的是有一个前不久也是一个新闻，就是有一批人搞这个智能电脑啊，他用智能电脑来写这个小说，有吧？有一件事情，叫 AI 技术，完了以后呢，写完了以后他蒙面匿名投一个文学奖，而且还入围了，他就是用机器来写。那么这个技术说明了一个什么？我们可以想，今年有一件事情，就是 AlphaGo，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围棋和机器，哦，我知道，人棋大战，就是什么，一个人和一个机器，那个是个韩国人，我们这里面可能有会喜欢的这个围棋的。那么这个事情在世界上引起了很高的重视，发现什么？忽然欧美人很多都喜欢玩围棋，就人口一下增长。那么这个在对局的时候，这个韩国的棋手好像是5战4败1胜，这个 AlphaGo 是很有名的。完了以后呢，他就采访了三个顶级棋手，中国的、韩国的和日本，玩围棋就是这个三个，包括台湾嘛。完了，所有的顶级的棋手他们在回答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平常心，流水不腐，我们死一棋和活一棋都是世界所有，就是世间所有的事情是万事无常啊，他是这样回答的。可是你要去看欧美的，他们就兴奋得不得了，哇，你看这机器能战胜人。那么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了我们作为东方的文化来说，就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对于思，就是在思考问题的基础方面，很可能跟西方是不一样。就像我们永远说叫天人合一，人家是两个是对立的。那么这些问题在语言上面，就是一些在非母语创作上面有很大的进展。非母语创作的日语，它就是半百字。这个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刚知道，丹青这个他的那个日语的这个作品被选到了日本的这个高考的这个体系里面，我就感到一种振奋，因为振奋我。